2021湾区小姐环球大赛澳门赛区1月24号正式启动，同期报名通道正式开启。本次澳门赛区主题为点亮青春，show出精彩人生。选手将有机会参与甜宠类网剧拍摄，体验专业演员生活，仲有机会参与专业歌舞培训，体验女团表演的乐趣。其实我们今次活动是会连接紧影视发展的方式去招募，当入选我们的佳丽60名，我们已经是安排了网剧和影视的方向给他们发展。李力持导演也是我们自己的佳丽的培训老师，以及即将会开拍他的甜宠网剧，我们的参赛入选的佳丽或者得奖的佳丽可以入我们的娱乐圈。澳门赛区新闻发布会主席卢玉外亦表示，澳门赛区更重视突出澳门文化及旅游城市的宣传，希望以澳门为起点提升澳门知名度，带动琴澳文化旅游与人才培养。我们都希望将澳门的文化结合大湾区的文化连在一起去做，日后我们会有机会会参赛者或者是其他的入选者，我们都会安排在澳门去做一些旅游的参观啊，或者是做一些旅游的活动，我们尽量会是响应政府大湾区文化连线在一起咯。此次澳门赛区亦采用创新选美的模式，结合了影视及旅团培训，优秀选手亦有机会签约成为正式艺人或职业歌手。在澳门赛区的报名阶段，亦邀请朱主爱及歌手李健森担任人气助力官，鼓励和陪伴选手们感受大赛的乐趣。